次跟马大哥见面？就是最后一次是去年，或者是后十多年的时候，我就在那个 APP 的时候的记者会见面。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成绩就。时候我也还不知道台湾的拍摄现场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也完全不知道马大哥是这么资深的演员。我觉得那个时候台湾的资深的演员跟我就这样子就一直找后辈聊天什么的，但我觉得马大哥是最就是照顾我最多的一个前辈，然后他真的，就是一直不想让我孤单，尤其是在拍海角七号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现在想一想还是真的谢谢他。